马可福音，伊伫迄中间所记载，无写耶稣基督的答复。第一章的第一节，就写真严肃来写耶稣基督上帝囝，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也是严肃来宣布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起头。那你我哩再来看伊创世界第一章第一节，那真重点只来宣布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上帝一只开始创造宇宙万物。但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，因为亚当食伊亚当的比上帝好吧，地高地多，最希望生活来到那中间，撒旦来掌管，罪来管恨。你来安尼，马可福音第九第十，你来宣布，照着耶稣基督上帝的囝，是个拯救的工作开始。这是予咱通欢喜、通快乐的大代志。什么是好消息？什么是福音？有福的声音，咱也知。拄拄经过真激烈的战争，咱拄拄现在办，有人伫遐欢喜，啊，有人伫遐伤心。这是欢喜的消息。这就是你战争的胜利，这消息传播到王的所在，传播到迄个国度百姓的所在，也是因为这个真正的王伫遐年老过身，这个新的王伫遐继位，伫这个中间的讲，我上帝囝耶稣基督，伊降生，伊死。伊个话正做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的基督，伊亲自上帝都加入的来到世间，进行这拯救当中。难在，伫这世上有真多真多消息传播，有真多好消息。难伫这中间有人啊，伫这个时来都有新的啊弟兄。啊，是有新的事业，啊，新的工作，赚到钱，啊，其他有最最好消息，总是呢，咱看什么上大的消息，要好消息，伫最伫死亡中间，来得到拯救，因为主耶稣基督，上帝亲自来到世间，收赎咱永远的活命，耶稣基督所带来，所带来。所收拾予你，予咱的消息是上大的好消息，是真个真惊人，真正予咱行伫个中间真欢喜的一个啊福音的工作。那是安尼，这个福音是安怎开始呢？因为这个福音是安怎开始？伫马福音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，这个福音的开始。就对先帝的预言开始，往古来讲，这个福音就是见证上帝的话啊，起初上帝的话开始，而且咱看以赛亚书四十九第三节，马勒比书第三章第一节，伫这了解讲，上帝要一只千斤的书架，伫人的面前，伫主耶稣的面前准备道路，伫旷野。有人的声音在喊话，准备做一道，做一道修平伊的路，列位，做一道路，做一道是什么？咱伫遮，咱咧做道路，啊，为路坎坎坷坷，真歹行，为路因为安尼无平，互人伫遐啊，受着性命威胁，甚至伫中间，有人因为这路无平来丧失性命，所以路若平。咱看见
啊，伊只好行，呾咱发现主的路是甚物？主的路伫只中间就是人，人的心，伫只中间，互咱知修边上帝的路，修边咱的世间每一个人的心。那这时，咱有我哩再来看起福音的开始，唔是用结合，也唔是用人的思想来做基础，认为做做世间的学问，做做下一科技啊，用人的想法、人的思想最开始，所以写消息、写地道、演讲经过，写一代过了一代，最上帝话。而且永远未改变，这是真理。马可就是用上帝话做基础，来见证这个福音的起头。第二，这个福音也就是起造一新的历史的因缘。咱看，上帝创造人，亚当夏娃，那是伊就伫中间呢。有这个福音来给亚当夏娃，因为亚当受处罚，我果子都讲上帝有完有份，那看见创世纪三章十五节，伊要叫啊这个蛇魔鬼甲有些人的后裔，伫遐啊三章，伊中间呢，那看见伊的后裔要上这个。古人人的头，伊的后裔要上啊，这个魔鬼头。啊，这个魔鬼呢，要上这个古人人后裔的脚边。那如果看见这个原始的福音，就是安尼，这个上帝从起初祝福和人和罪人的应允，而且这个古人人的后裔。以拯救咱世间的罪人，弥赛亚正罪上帝，以赐给那个世间的一个主耶稣基督，以和撒旦的遐来上靠边，定是决定一个话，耶稣就太阳这个魔鬼的关系。上撒旦的头掌灯，救赎全人类。在主前七百年，以赛亚真具体来启示这个福音，而且要展示路来怀孕事件，来个号名叫以马内利。上帝甲你甲我，甲咱三合一体。上帝设计以赛亚，这中间呢？伊要切根进行，而且切根暑假，要准备再等我。上帝早就按应允，通过耶稣基督完成这个福音的使命，福音的就书写，而且是建立。咱就知晓，等约翰出来，伫合法，伫准备，伫修备这道路。而且咱也是圣诞的时，咱是不是有缘来面对？咱是不是有这款使命来修备，来为了主耶稣基督准备伊的道路？第三，这个福音是安怎开始？这个福音也就是对传播悔改洗礼开始。这传播悔改洗礼，也就是约翰，也是约翰伊的使命。伊在中间呢，也是约翰使命，就是准备主耶稣基督的道路。啊，那安尼，这也是约翰安怎来准备呢？咱看见圣经安尼记载，叫这个话叫上帝所办，约翰来。在旷野也行洗礼，传悔改的洗礼，何罪得到赦免？悔改洗礼，悔改就是改变人人生的目标，
甲方向悔改，甲咱平时一般咧讲诶，即个后悔，也是道德反省无共款。悔改就是上帝面前最决定，若是后悔，也是道德反省，就是人对别人，也是对家己的良心做一个决定。咱日常的生活，伫个文化中间，常常将这个悔改、甲这个后悔，也是道德啊反悔，也是反省来难参做伙。所以咱甲咱计较周边来，甲咱亲人朋友，甲咱讲的是，咱会当体会。无法度去承认讲，人是真尊严，我都无太人放过啊，我都真了啊，我的爸母啊，我嘛真好，伫这中间做事就做好事啊，我道德行为拢真好势啊，我会当伫这中间做真侪车真好个代志，人学落啊，啊车呢，我嘛会当入去到天堂，敢毋是安尼？啊，宗教拢总共款。他一定要信耶稣，我大家拢嘛看人最好，咱去哪里他们当官位，啊，拢做客人，真客人真好。所以就看呢，你咱的这款文化背景内面呢，无法度话去迄中间咧用人咧，咱讲伫遐无伫迄中间，他们是着讲人就是个罪人，这个也就是咱咧讲悔改到。反甲这个后悔，甲这个啊道德反省，甲这个良心啊，这款的啊无同款。悔改是一个人的人生，这完全这个改变，人生的目标、人生的方向完全改变。啊，这有什么款的事实，通伫咧证明呢？事实的证明就是去读得啊，上帝创造阿东夏娃时，迄个时阵。就是完全的人，总是人因为这中间呢，那反背，然后呢，就来失去人原来迄个本性。所以这个悔改，它倒转来要亲像，就是通过耶稣基督来亲像上帝所创造起头的亚当夏娃共款，因为这个就是咱今晚的真相。咱即款人，咱即款现在啊，所生存的这世界，咱会当看去做做，咱家己本身，咱看这社会现象，有做做代志才产生。为什么咱的世界，咱的世界正做安尼？昨下我甲我的啊有人啊，甲边啊比较台中参加一个电话会，其中间呢。有做做车的身躯啊，伫个中间咧成长，啊安尼较慢的车的囡仔，即细囝的爸母会当徛出来，伫遐一个音乐会。伫中间咧，我想讲，车的人爸母拢真勇壮，啊哪里车的囡仔先出来，伊的发展会安尼真慢啊，甚至有即款的啊，感觉缺陷，对袂？想法讲，台湾所烧起啊，食食的问题，啊是安尼问题。因为人的智慧、人的才华、人的贵人、人的能力，哪来哪搞？地搞呢？你食食哪来？哪用精致？好，安尼食哪来？落啊食哪好的这个，讲哪好的物件，有影讲起来哪来哪毒的物件？迄闻到香，哦，迄、那个香味，香料，哦，咱若行过即个街，啊，迄香的味，啊，人感觉真无够味，但爱去食个较香的，啊，人去想真侪只香料，就去想真侪只用即个化学的啊物件来做出来，因为咱若讲到遮，咱就知影，佮倒转来恢复到伫原来爱电脑房内面。上帝迄个时阵，敢有啥物化学的制品？敢有啥物款农药？敢有啥物款啥？敢毋是倒转来上界元素的物件，上界好，
上帝所创造物件上界好，真自然，迄、那个自然就是上帝创造。来，咱们做倒来看，这个悔改就是要安怎互人伫中间呢？啊，将这款的经验倒转到上帝面前，改变起来，啊，这个下面人会开咱人的灵力，人的智力。那不是照耶稣基督，无人会当做好者。在圣经内面，路加福音卷十五章十一节到十二节，伫遐记载，浪子悔改，浪子会当可能做一个例。伊伫遐将伊个外面完全改变，伊原来生活真富足个家庭，总是呢，伊离开啊。伊个老爸去到外面，去到伫遐拄着大地去伫迄个中间呢，啊，伊甲啊当时所看见即个猪啊，伫食个物件伫遐咧吃食，伫咧真绝望个中间，想到讲伊到，伊老爸伫中间咧有真侪食个好食，有真侪食个物件，伊要倒转来。伊决心，迄、那个路倒转来一百八十度完全改变。倒转来时，无规个百几几啊遍，伊知影唔对，伊知起就是稳定。悔改就是伫上帝面前自我家己也唔对，伊享受上帝所修饰的这个稳定。改变自己这个画面，假设的约翰，伊在这中间犯悔改的洗礼，列位请问，这个悔改洗礼的目的是什么？假设的约翰在讲，啊，咱看这个圣经记载，假设的约翰犯悔改的目的，啊，悔改洗礼的目的，就是约翰，啊，照上帝这个话。假设了犯罪，旷野假设的犯悔改的设的，迄、那个悔改设的目标就是要予人的罪来得到赦免。这个目标真清楚，就是予罪得到赦免，予罪得到赦免，得到上帝来赦免所有的罪。假设了犯通过悔改的设的，要将有罪的人，这痛苦的人，带到耶稣基督面前，领受罪得到赦免的恩典。各位，咱若有去啊，经验到罪带来痛苦的人，唔知影这个罪赦免的恩典，代表。深深体验下面的稳定，所以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、第三节，会当讲诗篇三十二篇全篇的讲，这个啊，罪人伫个下面，啊，这个记载，这个诗人给代表讲，伫遐哦，罪人伫个下面，罪恶伫个下口，这人有福气。那是伫迄中间无要紧，家己做，迄中间就是是只是家己心内有郁郁出迄种骨头疙瘩，迄种个灵性，迄种个未成功起来。伊视频三十几篇真清楚，对罪人来讲，下罪稳定是上幸福。咱再做一下机会。咱是不是一群真福气的人？因为咱是上帝的恩典的代表。假设你还为着百姓的得到下面的恩典，你拼命在传这个悔改的福音，那是安尼，当时的人有什么反应？因为第五十年中间讲犹太全地约罗撒冷的人拢出去，到伫约翰遐承认因的罪，
伫约旦河来领受洗礼，入罪来接受悔改洗礼，伫罪恶中来绝望中极大的痛苦的时，人软弱，人无法度通赢过，所以下这个洗礼，承认罪，咱哩讲个。那犯罪一般啊，这个啊，世间法律法庭啊，是调查官的中间个犯罪，啊，你若承认罪，就是讲伊做了做什么，啊，要安怎做，我得安怎讲，唔是我安怎个人去做，是因为做了，啊，我得安怎做，啊，我做，我安怎做安怎做，啊，讲给你听。所以承认，咱安怎做，上帝面前，个别家己。在什么时阵，在哪位，啊，安怎做，来犯什么罪？咱上帝这中间呢，伊下面的稳定，予咱得到自由，予咱得到欢喜。因为今世的约翰见证耶稣基督，伊上帝的子，伊受苦，上帝。来到世间，伊要行，这人一生，这个上帝咯，就是世间人，就是世间人的心。那是今生约翰的一分心，这中间的啊，的第六章，这中间就是以前读到魔术做一生，下去的啊，草莓吃鸦片。认真讲起，那今仔日讲起，伊实在是会使住伫倒位呢？因为伊的老爸撒加利亚是祭司头，会当住伫啊，即、這个咱讲起来是真好，那个豪宅，因为迄个是祭司头，总是呢，亚瑟的约翰离开遮，到伫旷野啊，伫遐吃，啊，真自然，啊，佮翻头倒转来，等我准备的时候。假设你讲安尼食鸦片，哇，这拢无农药，哇，这偌好嘞！啊，是讲在当时啊，后面伫旷野内面啊，伊也食草莓，啊，草莓哪能讲起，头人食草莓啊，后面起码是上帝所讲啊，上盖好比凡车，唔免惊车化这片的影响。啊，这个也就是个人看去，当啊，假设你讲安，伊会穿。伊会吃，表示什么？上帝讲，上帝的属下，伊中间，上帝开心，开吃，上帝予伊会当去吃来宣扬，变阿命得罪，啊变阿命得罪，伊会使讲什么呢？那咱讲起来是当时的，这个政治名称，起码有人来讲讲，哇，是无米人。啊，吃百万票哦！我五米人偌济票哦，这个叫嘞哦，这个五米人这个中间嘞，这亚瑟的约翰，他唔是这个名声，家人呐，好这个话，做哩，那还当作啥？当作依旧是耶稣的约翰，当作是救星。所以亚瑟的约翰呢，伊无了大地界来做啊，要给伊无。将这个来给大家的一个升起来，咱要完成一个关心，咱啊做一个啊基督徒，做一个传教者，把我家己关心来。由我这中间呢，咱是不是带人真正说的话，带人到上帝面前，不是伫遐高估家己，真正说的话降低家己，以给耶稣基督高升。伊见证耶稣就是弥赛亚，即位要来，伊即个弥赛亚，伊要用圣神来洗礼，就是要来赦免赦的世间人，赦接受洗礼、悔改洗礼的人，赦了，要来领受上帝赦免的罪。耶稣伊要用圣神做见证，这中间呢？就圣神写的是，写是根本，用其他来讲，受尽这个啊悔改，受尽人生的路
人生的目标完完全全改变过来，重新一切来重新来做一个新人。虽然你讲嘅，目前台湾的这个问题，这个真啊，这个是安问题啊，其他的问题要怎样呢？是不是？那不是有耶稣基督的对心地来改变人的事，真正咱可能爱啊，这保留要安怎啊，有这款的改变啊？这中间呢，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改变人的心。耶稣基督帮助人，受着耶稣基督来得到赦免。来得到下坠稳定，来得到归头换面，来得成就一个新创造的人。在这中间呢，所以啊，咱看假设你约翰呢，伊感激家己，伊心怀基督，耶稣为安尼来保留伊个心呢。这个马太十一章十一节讲，既然为人所死的无一个来会当赢过。这个假设的约翰，列位来看，就是安尼。假设的约翰，照着先帝的预言，啊，来的旷野，喊话来讲，要修平啊，修得做不到。但那的结局，那的报应，那的准备的假期，庆祝圣诞节的时呢？像咱对假设的约翰心中学到什么？请当心阿爸的感谢，因为我上帝在你的面前。